わるね。相亲结果怎么样？我没有去相亲。农村土道真清香。尾巴怎么扯啊？我不会。那尾巴怎么？我明天相亲啊，你就说。怎么扯啊？哦，我的手。我不会呀、啊。怎么弄啊？那里面都是屎！你别说了，刚一手的屎，肯定就是搞到我手上来了。刚我手上一手的屎，肯定就是那个屎，搞到我一手。肯定不是鸡屎啊，就是这个屎，刚搞到我一手。算了算了，就这样真的不会，我真不会，就是。把盖子把尾巴盖子一起扯了，那一整块那不是屎啊，刚刚我手上一手的屎，是高，这真是好多浪费好东西啊！就是我刚刚手上黑黢黢的，那是高吗？不是屎啊！我一手，而且还有点味道，不是臭吗？然后我全给它丢了，真是浪费好东西。你隔壁村自己去的去哪？你买的什么呀，好哥哥？我收了一个大礼盒，好像是粽子，是宁记的吗，哥？一个超级大的大礼包，不是斗鱼的，是宁的吗？嗯，你那，你才是臭的，那是海鲜味儿啊！海的味道，你知道，那是海鲜味儿，好吧？海鲜味儿好闻吗？海鲜味儿怎么跟臭味儿差不多嘛？谢谢老三哥的五十连击粉丝荧光棒，感谢老三儿。你觉得我还有心情再给你寄粽子啊？那是哪个好朋友给我寄的？我天，好大一包啊，好大一个大礼盒呀！感情不是你记的，那你现在心情好点了没呀？换五毒短小精悍，我觉得你有锤子，都说你有怎么办？谁送火箭呢？我的天哪！我等了一早上，好，就说两个飞机，居然现在居然大火箭子，我天哪！感谢我陈瑞宁的大火箭子，我的妈耶！不行，再好好去化个妆，让陈瑞宁看看我的美丽、美年轻貌美的样子。我天哪！这。这，不要瞎说，他明天不跟我相亲，
是青石镇，谢谢陈女儿的大水晶大火箭。这是青石镇。谢谢谢谢，大气大气大气，我天，我这水呀送我一个大火箭，嘣一下子就出来了，我的妈耶，这太帅了吧。这藏了多久啊？明天请查收。查什么啊？280哥哥，查什么啊？他哪来的火箭啊？多少钱出的？我咋不知道？太牛了吧！感谢我陈水牛扔的水晶火箭，谢谢陈水牛的。我好渴呀，都没水喝呢，自来水能喝吗？真能藏，有19天了，明天就过期了吗？19天，19天的话，明天不就过期了吗？太牛了，真的太牛了，好好学习。你也忒牛了吧，小时榜第二名，本来5个小时没收到一个飞机，这一下子一秒收到一个大火箭，太牛逼了，太顶了，太顶了，哥哥你太棒了。你太帅了吧，你怎么这么帅呀？那儿还是小福星习惯点了。好了，清空了。牛叔，这个福星怎么了？牛叔啊，牛叔撤了。谢谢，我啥时候回洪湖？等着啊。如果是小福星，现在4星过半，看着舒服点啊。323哥哥，啥时候回洪湖？等上阳好了就回去了。也是，现在1星还缺很多，对吧？4星过半了。这个要过5星要过多少钱啊？我都没看过。1星2500，2星3000，5000，3星要多少啊？4星要多少？5星要多少啊？好嘞，5星上架，牛牛牛牛牛。可以吃了吗？其实我吃不下，我可以带回家吃嘛，就是我不吃，我把它蒸熟了然后带回家吃。好渴辣条了，我跑了，把包带回去了。5星要25000啊！努力宝宝一，5星要25000啊！这个5星要25000啊！我的天哪，吓死人。我靠，一个5星5000，一个5星25000，这区别也太大了。努努力宝宝1星吗？哎呀，牛说都不知道怎么努力了，劈砖也劈了，早上都劈了几块砖了。
牛姐加油，阿拉咋努力？干点什么活吗？十二，不用生活了吧？得，你笑什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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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保一星还是会掉吧？我不知道，我不太清楚哎。我也不太清楚，有没有哥哥知道的？非要过二星吗？不是吧？到时候我问一下超管，问一下超管。一个礼拜七天早散了，不知道，我来问一下。中超管，我看袁妹妹他们一个月了，福星也还没掉呢，不知道有什么要求。他们两个，他们那个好像一千四啊，没有，也是一样的，除了珊珊，珊珊是游戏区的。欢迎我兔兄，兔兄好，兔兄，中午好，兔兄。兔兄吃了吗？喝了吗？牛哥好，干啥呢？牛哥，兔兄，我在蒸一个大闸蟹，大哥寄了一个大闸蟹过来，然后大闸蟹一直臭了，一直没臭，我把没臭的给蒸着了，等会儿带回家。嗯，大闸蟹。哦，隔壁哥哥，哦，这个星级是这样子的，升级的话要连续两周周星级三级以上才能升级，降级的话连续三周周星级一级以下。连续三周一级一下，就是说每天保个一星就不会掉了，就不掉了。
每天保个一星就不会掉了。嗯，是7天吗？3周，连续3周一级以下才会掉，你偶尔一级以下没事的。5天1星啊，就是5天过了1星就不会掉是吧？你就说，螃蟹肉没了，哦，前男友哥哥好，我操！现在真的按大主播要求，大主播是那个大主播是大福星1星9000，那是大主播。可以了。牛姐有2条半裙，要不要？我穿过几次，要就一起发，要，真时间长了肉会说，那我晚上吃可以不？要，牛姐还没穿过裙子呢。晚上吃，大，好大。我要刮地址你吗，涛涛？地址要刮你吗？到你，我穿裙子下地龙不太合适，不要，我有了，好嘞。哦，到你要穿裙子，烫死我了。没事，我晚上穿。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穿。牛哥还不下地，还下地龙了吗？下，那个表表今天没来催账，没有。下，你提醒我了，我买气球，我想起来了。牛，不行，我明天下，我今天不下，不行。我今天不下，我明天有事情要处理，你不下了，没空，明天没空收拾，不下了。不行，哇！我看一下我淘淘小姐姐穿的衣品，肯定超级无敌棒，特别时尚，对吧？你穿 S 码的，我也穿 S 码的，应该可以穿吧？小码。为啥今天不下？我现在考虑要不要吃点龙虾。我明天早上很早我就要去县城了。牛叔啊，我明天早上很早就去县城了，我爸妈带我一起去。没空收了呀。你要吃等我一天，我明天回来下，后天可以。吃不吃？嗯，兔熊到时候可以给兔熊寄龙虾哎，回来时候都死了，这么热的天，我回来肯定到下午回来了，我要去医院看一下眼睛，真要看眼睛了，这眼睛。
眼睛时间拖长了不好的，毕竟也拖了半个月了，拖了也快十天了，擦这个药也没好，红了也就算现在皮子们起泡了，等不及了，今晚自己买点吧。沙地龙装龙虾吗？对呀、啊、对呀、啊、吃黄牛哥哥，对呀、啊、然后烧好了，兔兄你可以吃，我品尝我的龙虾啊。对呀、啊、我爸妈带我去啊。这个怎么吃啊？蘸酱吃吗？还是直接吃啊？妈呀，没洗干净，都是沙。抽了抽了，这刚洗。抽了也要吃，大哥买的，肯定要拉肚子了，必拉，100%。确实死了。牛叔。嗯，牛叔，你要吃龙虾？来，把这个当成龙虾，剥你吃。相机成功了，没有，明天去。裤衩明天去，还没去呢。嗯，真好吃。这好我不知道，伤养好了再去。这不用蘸着吃吗？搞点生抽，搞点醋，搞点辣椒。新哥的大青蟹不错啊，怎么看呀？啊，我们三厅啊，兔兄，那个方案呢？啊？一看就不好吃，你啥都不搞，好吃？好想喝一杯柠檬水呀、啊，哥哥，我的脸。相亲看直播不？不开吧。但是我可以发照片你们看。真好吃，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还得有新哥呀，新哥，绝了！我的天，长这么大第一次吃，太绝了。三生有幸啊。哦吼，哦。出血了吧？我想起来了，相亲不直播相什么亲啊？你大爷的，我还你了吗？你真是有毒啊！有毛病吧？新哥，牛牛亲蟹火箭。我三个娃子，我还不止两娃，三娃，上了十个环，一环套一环，还上了点硫酸环上面。
酱油芥末蘸着吃通气啊。啊对了，海边人都喜欢蘸着芥末吃。我这不吃过。哦，我要把厨房那个丢掉了，好臭啊，那个真臭。滚去吧。两个不去。螃蟹啊。这样清摆清吃的也好吃啊。壳别到处丢啊，到处是蚂蚁啊。没事啊，就那个草丛里面没事。没丢地上，草丛里面。就没人走路那里面，旮旯里面。不浪费啊，我都吃完了，这个是进来就死了，没办法，不是进来就死了，是进来就臭了，没办法啊。这个应该是超管记的，不对，那个记的。快去看新哥还有个快递啊。什么快递啊？壳别丢，寄给我，寄给我烧火。嗯，好像他说了吗？我靠，真的都是苍蝇，满天飞，我好渴呀、啊！你装什么装啊？我没装呀，我都没看手机，有啥装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有什么好装的？刚不是说叫你去隔壁村拿的，哦，你说那个我都忘记了，哦，你说那个我都忘记了，记得臭的那个，有钱儿，你不说我真忘记了，还真忘记了。你记性不太好。好点啦，照着听哥哥。我把，这不接着去肖哥那里蹲去啊？不去了，吃的饱饱的。嗯，去了那么多天都没吃上你一口，饱个屁呀、啊、饱！连你的一口都没吃上，哪叫饱啊？你那一口都没吃上。好的牛叔啊，好的兔兄，晕车了，我要下车去报名跳舞。哎，裤衩儿，裤衩儿，你不是最喜欢我开车了吗，裤衩哥哥？兔兄，我天，经常开车的，技术还行，不会，还行吧。回家了，可以卖烤肠了。他没送，
信卡。送不起，被扣箱扣干净了。你说肖哥也不缺你那点儿，水牛缺的要死吧，又是你妹妹，嗯，你就抠不出来一点儿。牛姐，我看航拍你们清水镇还不错啊，那是因为农村嘛，然后稻田比较多，然后干嘛呢，整体看着就还可以啊，梯田干嘛的就还行，扣箱专业陪伴，就跟你看看看看我裤衩，你这么说你老板，我跟肖哥是这样子的哇，是不缺你这点儿吗？搞不好柠檬水。我老板同行竞争，老板巴不得我好起来呢，我好起来了，一个公司的，我是他员工，他员工巴老板巴不得员工好起来。对吧，我操，偷大哥能偷到也是牛啊，也是你的本事啊，关键是大哥送我偷我都偷不到啊，我心里在犹豫，虽然我是想知道吧，但是我都不行，是不是大哥送到我眼前我也把握不住啊，何来偷一说，大哥来点儿。谢谢280的35元粉丝荧光棒，欢迎春润哥哥，我牌子都掉了，我记得扣箱那儿，我专业荧光棒都二十级了，牛的！谢谢，不要兑现，不用给花，谢谢280的多包，谢谢280的浪漫花束，感谢。谢谢280。谢谢280哥哥。兔星，兔星，兔星，但是你要龙虾了，给我兔星，寄龙虾你吃，兔星。自从没有小强哥，我好久没去看了。没有小强哥，没有灵魂是吗？裤衩喜欢看打野对吧？渴死了！哎呀，以前还刷个办卡，现在都是他了。好的，牛哥，不愧是我牛哥，人真好。必须的呀，我兔兄是不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兔兄。我靠，奶茶没了，柠檬水，好渴呀，你就想喝个柠檬水。刚刚嫂子家这个他家门锁了，后来我哥蛮好回来了，有用，我也蛮好了，就不想在他家拿水了，反正又吃又喝又拿的不太好。竟然上午买东西过去了，
票了。你喝不喝啊？那不锻炼一下？还有宝宝，大哥请我喝的，我早上喝是那个280请我喝的，大哥请我喝的，你说大哥请我喝能不喝吗？你等会儿找大哥结账。搞秃一点，这样子的，像个我像个男孩子吧？我这样粉不锻炼的。嗯啊，啵啵。水牛牌龙虾，下次不搞火锅底料，烧，清烧，它也好吃吧？哥。自创，不搞虾料，对，你是我的真爱粉，谢谢我的真爱粉，感谢我好哥哥。真爱粉自觉一点啊。小龙虾清蒸加冰才好吃啊！哎，加冰是怎么吃啊？我真的我在浪哥那儿吃了一锅清蒸的龙虾，这辈子没吃过。然后去他那儿吃了一次清蒸的，是真好吃。然后蘸着吃，真好吃呀！这挺好吃的，虽然有点腥哦，有点腥，但是真的很好吃，又简单又好吃。兔兄那儿有没有龙虾？我煮的这么一点都不美呀、啊，怎么回事啊？烦人！贵呀、啊？你们龙虾贵吗？你们清蒸你们吃得下去？好吃啊，拿着是腥，吃起来香啊。你们这儿189一斤，你说的是那个龙吧？澳龙吧？你说的是澳龙吧？专门做清蒸的，这美元比以前差多了。是镜头呢，很丑哈，我感觉。小龙虾，护照地址给我，给你寄。给你寄个几十斤。搞个十斤，你要什么规格的，我给你搞什么规格的。深圳也有一家专门做的，很好吃啊。但武汉菲菲虾庄为什么这么出名啊？好吃吗？你们觉得菲菲虾庄的虾好吃吗？上次跟他们一起吃，请他们吃了清蒸的，都没吃完，都浪费了。
家做不出来的，一点腥味没有啊，我自己做都吃不下去。我上次吃的时候，他直接给我吃，然后拿手上，我觉得好腥啊，我也吃不下去，好，哎，有点恶心。然后当我蘸着那个蘸酱吃，哦，真好吃啊！我天儿呀！然后就越吃越香，然后你就不觉得腥了。清蒸吃不下去，做法不对，他们肯定放了东西，我都想，不然放了蒸料吧，可能。真很好吃的清蒸，蘸蘸酱吃。他还能说他们吃鱼也是，什么都不放。你觉得鱼腥吧？用打捞上的鱼直接一杀，用白水一煮，什么都不放，直接白水煮吃，吃得下去不？最原始的，然后就配着蘸酱吃，就这样吃。当时我也觉得好腥，吃的我恶心。后面我天，真好吃，真香啊，太香了！嗯，怎么这么好吃啊？欢迎漠北哥哥，漠北哥哥好。农村人不吃不惯这些，嗯。但是吃习惯了，真的很好吃。我朋友带我去日料理店，我专门点烧烤。日料店里面还有烧烤吃的？没去过日料理店嘞，没吃过。贵不贵啊？不会吃那些。对着前面啊，不吃。我也想吃，好多东西我都没吃过，你把我口水都说出来了。我没有问。你说在大城市待着吧，吃的东西肯定好吃的都吃遍了。在农村待着吧，就吃了一日三餐，也没什么品尝什么好吃。我操，过一星还要1700啊！嗯，一人凑一点就过了。哥哥们，一人挤一点就过了。一人凑一凑，我凑2块，谢谢我兔兄，我凑5毛，感谢我裤衩，谢谢兔兄，感谢我裤衩，兔兄，到时候尝尝水牛纸牛排龙虾，包你满意，凑1毛，好，超级火箭冲呀，哥。
两块的请带个头，五毛的带个头，现行和通行的旅行箱，凑一毛的超级火箭赶紧冲呀哥，等我出去捡几个瓶子。好，哥们一起凑一凑，凑一下一心啊，大哥们抽什么，你喜欢抽什么就叠什么，哥你只要是你抽的我都喜欢。超级火箭冲呀哥哥，一毛钱什么都不能抽啊，一毛钱什么都不能抽。一毛钱什么都不能抽吗？应该可以吧，一毛钱可以抽个寂寞啊，抽个寂寞也是抽啊。欢迎我学长，兄弟们凑一凑，你看我兔兄在，我裤衩在，超级火箭哥哥在啊，还有各位哥哥们在，一人凑一点，呱浪一下子，我的天，我愿意为你们啊，我愿意为你们，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出门捡五十个瓶子就可以抽了。去年夏天的时候，还是今年夏天，去很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还捡瓶子，我天！一个办卡捡一个还是多少？捡一个。又做又做嘛，我两块已经凑了，尽力了啊！再挤一挤，兔兄，你再顶一顶，兔兄。没有你顶好难受啊，兔兄又做牛做马，嗯呐，做牛做马不做人，学长完了，我把我爹的线拿过来了，我的线放我爹了，那没事吧，做牛做马，下辈子还是做牛做马，下下辈子做婆娘，谢谢我裤衩的小画家，再凑两块，不能再多了啊！谢谢我兔兄的旅行箱，感谢兔兄，兔兄再不能凑多了，你再凑多，这不符合你的气质，兔兄，是不是？兔兄，这不符合你的气质哎。谢谢我兔兄，啥都没有了，那小画家也真的是狗得很，就不能给我大哥一发入坟出个凭栏，出个千年，是不是啊？欢迎我八哥，真的是狗啊，个狗都晕了，咋就不能抱一个嘛，是不是？千年了，跟他埋到土里面一样的了，怎么挖都挖不出来，都挖了，都挖了365天，都挖了360天了，还剩5天，哥哥们继续挖一下啊，快出来了，大哥们，哥哥，学长，这大闸蟹，学长，你看，这个，你看，当当当当。可以再啃一下，欢迎老公。嗯，这个其实也有点腥的吧，我感觉。学长，我们吃蟹会被搞屎、搞脚、搞嘴呀，我就觉得搞破了，感觉。看这儿，老公，老公来了，老公。真好吃，什么都不放就这样吃，都很好吃。要乱叫，吃完了还打包带走啊？那，你不会拿榔头敲啊？哎，榔头，那石头试试，等一下，石头是有沙子啊。算了，就用脚吧，手。石头有沙子，等会儿你们骂我傻逼就算了，不能为了结果效果让你们骂我。
好硬啊，怎么这么硬啊，这硬的受不了啊。那请问像我爷爷吗你？所以呢，还不如当当捶两下是吧，学长？你牙齿真硬呐、啊，你牙口真好，是吧？我哪儿都好，长得也好啊。看左眼有个膜。就完事儿了，那，好久没看到耳朵哥了，当当当当当，接下来怎么吃啊？你睡觉叫我的，大哥们，谁家叫我接下来怎么吃？换一首歌，你看它自带直接啃就是，饺子都吃完了，鞋子。这里居然没信号。放点辣椒酱，直接吞呐，好吧，好吃，这样清就好吃，原汁原味的，没酱也好吃。回忆只能纯真的旅程，成为成口，你就不要送我你快乐去，直接啃啊。过去的一切不会再失落的时候，请像我一样相信你自己。世界这么大，爱是遇见你，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我还以为这个点儿主播又要去睡觉了。我们会重逢故里，世界这么大，爱是遇见你。吃饱了再睡吗？这咋没吃饱？天南地北的安静，我们之间的亲密。这个要用刷子刷一下，还是有点脏的感觉。背包塞满青色的回忆，就要踏上成长的旅程，就到这个路口，你就不要送我，你快回去，相逢又告别一句再见，过去的一切不会重现，失落的时候，请像我一样相信你自己。世界这么大，爱是遇见你，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一起做过梦，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世界这么大，爱是遇见你，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一起这个是什么啊？这个能吃吗？黑色的，世界这么大，爱是黑色的能吃吗？一起走过许多个黑色的能吃吗？天南地北别忘记，跟屎一样的我们之间的情谊。世界这么大，爱是遇见你。哎，乌鸦一直都在。黑色的能吃吗？蟹黄是黄色的呀，这是黑色的。
走过许多个四季，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倔强的情谊。这个这个拍照片，手机看不出来效果，手机有点翻白。小心拉肚子，只有死的才发黑啊。我就是说嘛，它怎么都是黑色的，就真的跟个屎一样的。奇怪了。你看，姓黄是黄的吗？你看这个，你看。人生必须的经历，成功或是霸市必不可避，不靠乐器只靠努力，好像过下车。 Hands up! It's been 20 years in the game, through the tears and the pain, had to switch gears, but I never veered from my lane. When the cheers disappeared and I would hear it's a shame, what happened to his career? Man, I've been here just the same. See, when you flying high, you be feeling so blessed, but how you do it, turbulence, that's the true test. Some folks be doing too much, others are clueless. Me, I just focus on doing what I do best. Success is not about reaching the top at all. It's getting up, 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you fall.So when opportunity comes knocking at my door, I'm quick to open. I got a ring cam installed. Man, it's been a roller coaster. Used to have my favorite rappers on the wall. Now my face is on a poster. Crazy how your point of view changes when you're older. All I know is that this ride is far from over. 人生必须的经历，成功或是霸市必不可避，不靠运气，只靠努力。好像过山车，有时高，有时低。现在有前男友的字幕串，有谁唱？是你臭了没？感觉像坏了。本来是有点臭的，你看这没有美颜，是不是超级无敌黑啊？算了，还是开个美白吧，让他太紧。他就这样的，师兄，不吃了，我看着不错。虽然我没吃过螃蟹，吃过一次，但是我没见过这样的。真不吃了，真的。不吃了。Oh babe, let's go.就不能送我的短短句，身份又告别。
Thank you.
Hey,
放牛牛，这次在英国见的。啊？什么字儿长没有啊？有毛病啊！我看呀、啊，怎么这么丑啊，面哥？怎么跟之前不一样了，对吧？好丑啊！好胖了，很奇怪的很。你看，咋回事啊？这很丑。你都不在我咋记啊，面哥啊。哇，人家的南瓜都长起来了，妈呀，长得真快。面儿，种都没有见到，你他妈去干嘛呀？宁缺毋滥，你懂不懂啊？就是宁缺毋滥。走了，拜拜，到家了，拜拜，哥哥们。